奉公又从宫中的进去正教宫，它是模拟了大宴的一些动作，如大宴起杯、展翅、开水、报纸、看足等动作。参照我国传统奉公八段锦、五禽术和太极拳等某些动作要点，基于古代六字诀五阴法相结合，按照阴阳五行和脏腑经络相介绍的关系和深刻制约规矩编列而成。全套功法分主功和六字功三大部分，全套功法共七节。第一节大宴起坐，预备，吸，请各位嘉宾分手吸吐，配合的吸吐，吸，也可以站起来动一动，吸。
Show.
本来是可做完要30分钟啊，所以呢，这可能做完要锻炼，就每一个动作是左边细边，右边细边，但是因为是表演的关系，所以那里本来那里动作左边做几遍，右边做几遍，把那个30分钟把它截成10分钟，就这样做一个台上表演啊，看起来看比较不过瘾啊，那做整套就很好看啊，就但是现场的是西服，配合做西服这些动作啊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